好久不见，你要终于见到真人了。那不是忙吗？想买个啥镯子？我也不懂啊，你给我挑呗。之前呢，他从来没有戴过镯子，然后看我的视频就突然就是突发奇想，心血来潮想来找我买个镯子。但是这个点市场关门了，我就带你去我工厂那边去挑吧。走吧。Hello， 英姐，我带我朋友过来挑个镯子。你看他们家的这货品还挺多的，就我大眼瞄了一下啊，你看这一排里边的很多是带这种就是乌鸡点的，还有像这种纯白的没啥种水的略微干一点的，这就是这一排的会相对便宜一点点。你是81的话是6162圈。哎，它这种是满绿，但是它这种一点点白的是什么？是棉吗？还是？对，这种是翡翠里边的棉，有这种是正常的。我看个万把块吧，但是这种要是没有棉的话，这种都得六位数。那就先把它换一下吧。一听这价格。好像这一个是，这叫左蓝，这入还挺细，挺适合我的耶。紫为春，绿为彩，所以它叫春彩色。这个入还挺细的哦，不行哦，这个位置看着没？它这种是要棉纹，有棉纹。然后呢，它过底了，贯穿了。那这个就别考虑了呗。那这一个呢？这个叫做白月光，这个也可以，能做你的圈，还是喜欢这两条？对，这两个它一个报价10000。一个报价15000，靠预算。你说吧，你说个大概预算吧。就6000多吧。我认为有点重。哎，这你先溜达，回到谈。英姐，再少点。真诚的眼神。我已经给你真实的实在价了，好价钱，你说吧，没事你说吧。他一个月工资就6000。哎呦，那已经降了。都已经拿出来一个月工资来买了，你给我再降点。6600。行，你得要加1000吧。你给我降点，你自己说。最低了，一分不能少了。头大，英姐呢？那样子吧，他待会儿他给你转6000，剩下2000我来补，好吧？这点信任度再没有，我就打你了。行，嗨，你说说，柴油机没落着，倒贴2000块钱，啥也不是。狗子，快来转钱了，搞定了，给他转吧。对，转给他就行。走吧，拿去抛光。我先走了，拜拜，英姐。抱抱，我让师傅加急的给他赶出来了，好不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比我的预想会好。你看光泽感抛出来了，有没有那种你亲自参与了它的蜕变，开心的感觉？来，我给你戴上吧。来，我给你涂点护手霜。这个我给你做的是一个61圈，其实我有点忐忑，我怕61戴不进去，但是应该是没问题，相信我。喏，撸进来了。在室内，要不我们去外边看自然光吧？可以啊，走。咋样？有没有感觉出来比刚室内好看一点？对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冰冰的，是吗？也挺对，冰味出来了一点。你看，我都说了，刚刚那个毛胚，我都说你这个肯定起货不会差的，没骗你吧？因为它这种肉质细，没有说那些脏点，就是棉大棉点啥的都没有。它同时胚的状态有一点点的冰感，这种东西起货就翻种了。你看胶感就出来了，反正这你这带出去，别人问你多少钱，你说10000多都行。姐，那这么久没见，谢谢吧。走走走，干饭干饭干饭，干饭。毛毛你也去走。